希望把一些美好的感受就是可以分享给大家，或者是说吹气球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有一种释放的感觉。那五颜六色的气球其实在整个表演的不管是氛围里面啊，或者是这个舞马里面，其实我觉得感觉都是还蛮欢乐的。像人生非常的无常，然后一瞬间可能跟自己挚爱的人就会不见了，所以希望借由这个作品
来跟大家传达说，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，然后及时说爱。对，我是陈亮勋。